猫砂盆全封闭的好还是半封闭的好？全封闭和半封闭猫砂盆各有优缺点，选择哪一种还是需要看猫咪和宠主的个人喜好。开放式猫砂盆是最常见和最常用的一种猫砂盆，猫咪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出，因此不会限制猫咪在猫砂盆里面的活动。但这种猫砂盆很容易让猫咪带出猫砂，并且味道屏蔽性不强。全封闭的猫砂盆，猫咪只能从一个入口进去上厕所，但味道遮蔽性比较强，不容易带出猫砂。